这是我们台湾的日常。而且说真的啊，去年就发生过一次了，怎么一样的事情今年还发生？330块啊！今天老大特别放送，超过300块的就拉一个小炮，好不好？漂亮店长抖内300块，我也要拉炮。今天300块，今天特价回馈，300块就可以拉炮。回复一下哈，来了，店来了，希望哈小弟小妹平安健康，蔡文啊，用爱发电啊，又没电了，直接靠腰你啦，我刚吹完蜡烛，鸡麦嘞，我刚吹完蜡烛又停了。沙小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就是一个陪你聊天的优质频道。